身影，比如说在太空现在正在履职的王亚平，还有在舰艇上，在战斗机上，这都是我们这一届的代表。看到他们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加坚定信心，在这一片绿色方阵中实现我们的人生梦想。我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呢，我觉得男性和女性哈，咱们在社会上的这个承担的责任，本质上其实没有更多的区别。作为一名女性来说，我觉得先不要给自己限定一个性别的角色，就是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给自己定一个人生目标，那么我对这个人生目标我要去考虑，我要成为这样的人，我要实现我的人生目标，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啊？那么我就要努力的使自己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努力，让自己具备这个能力去实现人生目标，然后坚定这个目标，一步一步的朝它前进。我觉得那么你就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啊，体现自己的价值。